郭正明都只一个人罪啦，而且伊嘛指控恁盛发集团企图对伊恶势。以后伊若是出庭作证，对你卡不利；若是老记新闻哦，对恁盛发嘛是有真大影响啊。今仔日啦，我这是我，我一定会低调认罪。李宏提高百万。开始是想要乌色，虽然最后无完成交易，也不过即马郭正明已经认罪啊，伊一定会甲李宏加死毋放。李宏会安尼做，其实拢是为着信怀。这，迄五百万，是我交我太太，这一切拢是我的意思，伊完全唔知发生什么代志。所有一切拢跟伊无关系。你若是要调查，就调查我。就当署长是杨五西，所以今仔日爱委屈的，带着警察局一来配合调查。你甲伊放开哦，伊是清白的，你袂当有白惹人。而且你是检察官，你袂当是非不分。对吼，这不是你的责任，跟你完全无关系。这五百万还是因为我。你别再讲啊！这你阿弟把你妈带回去。姓乔。王姐，咱来去。刚才跟你听我讲，那五百万是。雷红，卡苏娜认为我是你的暗杀，你就听我的话，即马回去。姓乔。因为我是信华的董事长，我是你的红师，我是这个家一家之主。我伤害你这么深，害你这么失望，你现在要对我这么好，我无值得你安尼做。只要是一家人，是我的亲人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拜托你。叫你安迪，叫你妈抓等你。信桥，妈，咱听爸的话，咱先回去，再看想办法处理。你若是要把信桥关起来，连我嘛做来关起来，我要跟信桥做伙担罪。信桥。拢是我害你的，拢是我害你的。美红，今日我做这个决定是心甘情愿，完全不是因为你的原因。这里才几年来，其实是我害了你。我知你爱我，我嘛爱你，但我们总是在两条无同款的路，所以你才用尽一切方法。想要得到我的爱，你才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知影，你嘛无愿意安尼。对哦，我希望你能做回以前的自己，并不是我介意以前迄个你，是因为以前迄个你过得较快乐。对不起，信桥，听我的，跟回去，其他的事情好我来处理。真的安迪，我话交给你妈妈。信桥，你给啊，我来去。信桥，信桥，爸。爸爸，你离开这吧，我才知影信桥伊是真心爱我的。我想到这尼多，要甲一个爱我的人逼到绝路，否则
你若是会当让成功平安倒转来，唔管你爱我安怎做，就算我失去一切，我会接受，我一定会承担的。我拜托你，你们会让成功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啊！我拜托你，你们要拜托你，你要来受伤了，他们啊！我安尼做，我才这样，让成功平安。我拜托你，你要来好，我拜托你。我定要主动做证人，若是警察官知影讲咱这个证据是拄则甲做的，那你就恁阿伯、阮大兄一切啥物拢无做。讲检察官真正要安尼白白无你甲乌来叫伊担罪，我再讲我会安尼做，这嘛只是我的好意啊。我想应该是袂安怎啦，你免惊啦。阿听讲恁有找到新的事情。要提供麻烦啊！是长盛发集团的律师，爱我来给酒档来做证啦。但我想，只要你看过这个证据了，就会当了解讲酒档的根本无要给中官乌西，这一切拢是误会啦。这样都好。我今仔日哦，冒找一位关系人搞到，而且是郭正明报我们知影哦，比你的证据更加有力。东人人家，王夫人，妈，老公，冠姐，啊，恁哪会嘛伫迄只啊？你来遮要创啥啦？啊，都警察，雄雄来咱家哦，讲啥物检察官哦，要找我泡茶讲话啦。要问我甲雷锋又过手今年的代志啊？那是有啥通我讲的啦？王国林，你甲孙雷锋敢有甲郭正明见面？想法详细，才阁回答无？系啊啦，苏国明明都有甲大嫂去见人，人即摆拢讲讲出来啊，伊煞阁咧唬恁，这毋就是做伪证？文夫人，审问的时阵，若是做伪证，是会判当刑吗？你对我确定呢？真是无甲郭正明见面？迄件事情哦，我去带恁三个见面会面，而且孙雷吼，万去信你，到你做伙见过郭正明，恁即摆阁想要讲白贼？杨健。你拄则是问我讲，是毋是甲雷锋有约郭舍见面？当然嘛无啊！我迄天哦是约雷锋要讲阮囝冠杰的婚事呢。啊，谁知影郭舍嘛伫遐啊？迄是拄啊好拄着的。搁再讲，迄天嘛是我头一次看到郭舍，啥物属性又好诶？恁做官的人哦，袂当安尼问话啦。我较安怎讲，我嘛是工地出身的呢，什么款人唔捌看过？像恁这种门话哦，哼，小 case。新娘，爸，大叔丢，我无代志啊，真实嘞，别烦恼。警察官，多谢恁把代志查好清楚，好幸运咱回来。警察官，真就多谢恁嘞，希望爸一个清白。你即摆应该袂阁讲，我想先给你办啦。就当处长，感谢你配合阮调查，多谢两位检察官，恁办案辛苦啊。虽然讲郭正明指控你想要乌西，也毋过伊无法度提出进一步确实的证据，所以检方决定无起诉。早就甲恁讲过啊，阮爸绝对无可能会乌死。爸，咱进来等。等我警察官，卖讲再见。我想，你应该无希望阁看到阮。
我刚才你无代志，万一你若真正让人抓去关，我真正活不落去啊！这个，哎呦，我是真哩大代志，你哪能无跟我讲啊？不，你好紧忙，你受委屈了吼，我就唔敢。陈小春，你哪会这么搞的？把我阿妈讲阮爸的代志，让伊烦恼啊！哎呦，不是啦，不是朋友去讲的啦，是我的朋友打电话给我，在关心信强的代志，我才知影。信强是我的后生呢，啊，伊的代志，所有朋友都知影，干那我这个妈妈唔知影。万一若真正出什么代志，是要叫我后悔一世人世。妈，先坐下再讲啦。夫人，你要创啊？屁哦！多谢你，祖妈带伊开始，你就常常去陪伊去看伊。我想，拄只好佳哉是你伫伊身躯边，啊若无，我妈若知影性格的代志，一定感觉足着急，足惊吓的。这无啥物啊？这对你来讲是无啥。啊，不过对我来讲真重要。我过去一直看你白气，我得认为你这种善良人不应该出现在我的世界。啊，不过你给我妈的帮助，啊，佮温暖，真正超过我这个做媳妇的。讲实在，我真正是比袂过你。啊，不过我虽然一直针对你。我才感觉就更小。一开始是叫你给人绑票，然后是信强和检察官抓去。我真正感觉我这个家要煞去啊！我感觉我无好喘气，我的心就敢那倒在挂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这个时阵，我竟然想到你。因为我感觉你一定要体会我的痛苦，因为过去你爸比我更加疼。不是过去，是到今嘛，我还会当感受到那种疼。对哦。是嘞，我是真心的能感受到你的痛苦，还有悲伤。我害你家破人亡，我做出永远无法度弥补的代志，我顺来很对不起你。我知影，我真正足可爱。我唔敢望你原谅我，甚至你要继续怨恨我、报复我，拢是应该。啊，不过我想要让你知影，我是真心了解你的感受啊。对，即马开始，我会逐天受到良心的折磨，我永远会记你，我顺利好，对不起你讲屁哟，啊，给我你的囡仔。你爸妈。